坐地铁发现一个这个玩意儿，云南还没看到过的全自动扫地机器人，是公共设施里面发现的，它会前面还会避障，就和家里面那个扫地机器人一样的了。这个扫地大妈也要下岗了，是吧？扫地大妈也要下岗了呀。这个地铁出口硬是把那几个女孩给折磨得够呛，每个人抱一个那个大箱子行李箱，应该是在武汉来旅游了。这两天武汉的天气非常好，夏天啊，武汉天气是最好的季节，蓝天白云都能够看得到。哎，曝光过度，这样能看得到了吧？哎，还是看不到啊。只有夏天武汉的天气是最好的啊。这个是轻轨，他们刚才是找轻轨还是干嘛的？这是武汉天地黄浦路站啊，就京汉大道。那几个女生在找什么寄存的？这哪有寄存的地方？没有啊。今天是过来和粉丝见面啊，朋友见面，也是从武汉人，从美国回来的。但是。今天这个视频不是粉丝聊天视频，我知道粉丝聊天视频自从开通以后大家都还蛮喜欢看的，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坦然或者是去面对镜头讲述自己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啊。而且在国内其实还很多人有些顾虑吧，评论里面也很多人说啊，这个系列应该继续搞下去，其实我也想搞下去，但是呢，不是每个就是被访者他们都愿意面对镜头的，对吧？所以我非常感谢那些愿意露脸的一些被访者的武汉人啊。当然了，我也很尊重不愿意露镜，但是呢仍然愿意和我见面和我聊天分享他的故事分享他的一些经历的朋友们啊。所以今天就是纯聊天，我们约在武汉天地这个地方，那边是武汉二中，也是非常牛的中学，估计很多武汉出国的武汉人里面很多都是这个大学这个高中毕业的顶级高中。今天在武汉天地这边给大家拍一个关门潮，也是喜闻乐见的视频啊，关门潮。但是今天的关门潮说实话是我自己个人比较爽的一期视频，比较爽。为什么？之前拍关门潮呢，其实还有一些落寞嘛，就感觉拍完以后就是一个时代的变化，比如说那个什么火车站，不是火车站，汽车站关停是吧？还有大商超啊，关门啊，那个都是会影响到普通老百姓，或者对普通老百姓都有一些怀念、记忆，或者被时代升级淘汰，就像刚才那个扫地机器人一样的，对吧？都是被淘汰掉的一些产物。2021年10月份到这来拍过，就是一个默默点心房，是那个长沙那边的，品牌点心进入到武汉首家店，在武汉天地这个地方排的长龙，还有包括之前的那个奶茶店。那就是这条路上应该还蛮熟悉的吧，茶园月色啊也在这儿排队，然后在这个里面是武汉天地，这边原来排队的排这儿来了。我当时真的是觉得啊，有这么多长沙的品牌店进入到武汉，当时也正好是疫情结束嘛，我还是挺开心的，跑过来记录一下发生一些武汉的大小事的变化嘛。真的就是乘兴而来，最后扫兴而归。当时也是因为采访吧，当时拍，可能我没有通过他们的那些媒体或者是他们找的那些自媒体啊拍摄啊，就他们觉得不太合时宜，和他们当时的负责人吧，当时有个女的发生了一些矛盾吧。
默默点心房，这是茶颜悦色，它的对面，对面就这里，默默点心房。当时，现在好像已经关门了，围起来了，已经换招牌了，变成什么九哥，什么定时寿司。啊，对面就是茶颜悦色。好多拍摄的，啊，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确实是关门了啊，就这里，就这里，就这儿。六月中旬的时候，他别人说这里还开着业，第二天就围起来说是关门了。现在这个地方门面真的是好啊，中旬关门，现在已经有新的人接手来盘下这家店了啊！你看，几乎上没有空窗期啊，就你说这块儿。这个地皮这块商业街这块的氛围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是茶颜悦色，就这儿。当时这里是首武汉市的武汉天地首家店啊，默默点心坊。是往前走还是接着拍呢？想想还是接着拍吧。茶颜悦色现在人也没有原来那么多了，但是还能够经营得下去。随着茶颜悦色这种长沙这种品牌，就是那种资本操作的一种品牌吧。当时默默点心局也是的，就是打造了那种中国风，传统中国风的这样一风，然后他开始融资。他是2020这个之前的。默默点心局，他当时是2020年6月份开始融资，2020年8月份就开始有了第一家店，就先融资然后再开店，然后迅速他的扩充，然后在这期间一年的期间，一共有4次融资成功，2021年6月份啊，然后到了2021年10月份，上海武汉就有第一家店，就这里，10月份，然后到了2021年年底。武汉市就有9家店，短短的2个月就有9家店，所以它就是典型的一个资本运行的一个模式的网红店。这几年我算是看明白了哈，就是先有钱拿钱砸，先砸出一个品牌，啥都没有，没有任何的历史的沉淀，它也不见得它需要有专业的知识，它是从事这个糕点呢也没有。这个糕点呢，当时的创始人是一个搞传统传媒的，砸钱创品牌，然后拿钱砸，然后装饰装修非常的有风格啊，新颖中式的那种风格吧，然后就其实卖就是很普通的那种糕点嘛。你看我们这武汉这边还有个千吉呢，千吉也是武汉的老品牌啊，其实也很不错的，做了这么多年一直在做啊，也是蛮不错的，还有皇冠啊啥的，对不对？但是没有拿钱砸呀，实实在在做生意啊，做这么多年一直在做下去。而这种资本运行的公司，它就是砸，迅速的扩张。首家店开业后就请那个黄牛排队，就搞得像是非常热闹的样子啊。就是当时这整个场地上面全部都是人，大家记住的，不管是哪家店，它的操作模式都是一样的。现在资本就是一样的，包括后面的茶颜悦色也是这种模式啊，就是排队，首店。排队把这个舆论炒上去，然后请当地的媒体啊，各个传纸质的电子的，或者是在请一些网红啊过来拍，所以他们非常深知这个媒体的非常的关键。所以当时我到这来也是好像就在这个此地站着嘛，当时和那个他们的当时一个小的负责人不是发生了矛盾嘛，就是在这个地方，他们就是你没有接受，没有同意他们的采访，他们不让你宣传，他不知道你宣传是好是坏。认识他，好，我走，好。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钱，就是跟我们东东，可能我们需要再跟您确认一下您刚刚拍摄的那个素材。我就拍一下排队，对，采访一下这个活动，是。所以您，我们可能会需要确认一下他的一些采访的内容。为什么看我的东西呢？所以这个您，我们就大家互相理解一下吗？我理解不了。你觉得呢？我觉得我理解不了。好，你的素材不能给你看。那你再请问您方不方便留下您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工作号呢，或者是工作证呢？不方便。啊、你可以报警。大家你这个行为就得侵权了。Me。对。Really？ 对。
其实我当时是是吧，是带着一种非常开心的这种宣传态度过来的，哎，但是他们深知这个媒体的重要性，就不让拍。2023年开始逐渐开始在关门，这20多家店慢慢关门，这是首店，也是他最后一次关门，最后一家关门就是6月份这个月月中10几号吧。他的糕点其实做的都差不多的，有什么好吃的，都不是那样子的。说实话，作为一个湖北人来说，只要是热干面不受影响，其他的受影响都没啥关系啊。你看这一家店啊，前进五路的汉堡炸鸡，这个其实是很多武汉人都知道的，也是非常老的一家店，在前进五路那边。你看现在开始开分店了，一个做了多少年才做，当然他没有资金，没有融资啊，没有那个资本介入啊，没有拿钱砸呀，所以造成这样子的。但是他一步一步的在走下去，这么多年了他一直能够活下去，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种商业模式啊。你看那种你砸来得快去得也快，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说这个关门潮是我拍的，我心中暗喜的最开心的，他终于有这么一天关门了哈。其实当时那一年我在想，扫兴而归的那种感觉，今天开心了，小气哈，我也是人嘛。好了，这等会儿跟那个朋友去见面了。为什么要见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之前就和这个朋友约着了，但是约好见面的时候，我们家不是阳了吗？为了防止我传染给他，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推，然后可能下个星期就要出发了。像这种约好之前约好的这种见面，在出发之前一定要和别人见面吧，这也是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是吧？要诚信，对吧？所以说做人做事做生意都是需要讲诚信的，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去做，哪怕慢一点啊，也不要快，对不对？这是我想说的。OK， 就这样了，拜拜了。